你们好，今天我去了一个超市。这个超市有很多水果和零食。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吧。这是菠萝，菠萝2.98块一斤。这是橘子，橘子4.58块一斤。这是椰子，椰子12块一个。这是葡萄，葡萄16.8块一斤。这是薯片，薯片8块。一杯，这是饼干，饼干34.8块一斤。这是豆腐，豆腐23.8块一斤。这是巧克力，巧克力7.9块一块。中国人很喜欢吃这个零食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们看，这是我的零食，我有葡萄，我有苹果，我有豆腐，你们有什么零食和水果可以告诉我吗？